我身邊所有的女同事啦，女性朋友都喺度講啦，由你由生仔，肥咗喺邊度完全，喺曬喺個耳珠嗰度少少肥咗啫，我都仲未收曬啊，其實啲三姐姐啫，今年，哇今年我喺上年咧send過嚟cable咧，好開心啊，個個差住會諗起或者見到嗰啲嘢都覺得好驚啊，好似好邋遢咁，同埋爹哋知道，即係Alex一知道佢係大咧。 就我，一我都要噶啦，乜都要，乜都要，可唔可以send？就我现在还有九磅的体重还没有减，都是在我的肚子里，肚子那边还有脸，就是比较胖一点，可能之前我是演唱会之后。因为演唱会知道都要keep自己的身体很fit的状态，然后演唱会之后就马上结婚，那结婚为了要穿那个婚纱要漂亮一点，又没有正磅，然后就开始怀孕，可能是很瘦，然后才怀孕，所以就胖起来没有胖太多。 第二条会出现广告片，又系边个咧？我相信系呢个石板鸭头啦，网友鸭头系啦，鸭头。网友，呢个味道真感觉新啊！呢个呢个Kelly呢个。Last嘅梳就系Kelly，你攞住个月饼，同我哋嘅网友互动啲咯。因为他也很爱儿子啊，因为每一天儿子醒来的时间有限，所以就是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刚好我的。 丈夫啊，准夫啊，等一下。OK，我的当 Alex 回家的时候，刚好他醒来，在我们两个都会抢着去抱儿子，抱他玩他，所以大家都很爱他了，所以不会还没有吃醋。